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我们两个要一起唱，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郭子跟建奇跟所有宏宇对，所以今天其实也很难得会有一个机会我们两个可以一起。其实最近他也成长了很多，然后我也成长了一点点，所以能够在一起合作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好像又长大一点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你要跟现场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打招呼啊？什么东西啊你？你要说的啦，什么酱？大家好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就叫他要说阿公好啊，阿妈好啊，他就嫌我很啰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，他大概4岁5岁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一首歌。啊，就是用他的名字 Arthur 来写这个歌。因为在当时自己的身边有亲戚，那他因为长辈不认得他，所以当时我们有交换了很多彼此的心情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还清楚的时候记录下来，可能对于你爱的人所做的一切，所为他希望他能够记住的一切，所以我写的这个歌叫《阿 Sir》，也要送给现场所有充满爱的大家。时候，请你牢牢记住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在地球还能不停转动，转动的时候，请你牢。记住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春天将要过去，下个冬季也会来临。曾经牵着你、抱着你的我的手，终将是。不及，我要抱住你，请你相信，阿瑟。Thank you.
自己的时候，请你牢牢记住我是多么